者肖芳起台北报道。85岁前体育主播傅大人因罹患胰脏癌长期受病痛所苦，因此积极提倡安乐死法案。去年11月他亲自赴瑞士尊严机构取得安乐死绿灯通行证。上月底他再度飞抵瑞士，今午在瑞士以诗句描写目前心情。他谈到，我来自台湾，为了公平、法治、自由、人权，色次苏黎世也无憾，并赞叹大自然用莫能的双手替他制作美艳的寿衣和墓园。他以平静的赞叹诗句描写今日看见的风光，庄严上灵充满了教堂的塔尖，朝阳射出缤纷彩线，晚霞飘染半天的灿烂，大能的手握迷在串联，奉任起长远的山巅和清澈的湖面，茂密团织出蓬松的裙边，忽然飞来白云一片，并感慨大能的主啊，谢主席恩典帮我制作如此美艳和寿衣和墓园，忍住身体伤痛，临时又做对傅大人强忍病痛分享瑞士心情。反射自脸书，傅大人强忍病痛分享瑞士心情。反射自脸书。